好，我是奈奈，出发咯。今天我们离开大理，我们要往云南的山里去。我们要去怒江，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。前面全是山啊，现在我们上高速啦。我们下了收费站哦，下了高速收费站呢，这个澜沧江收费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到泸水市的这个六库镇。我们到怒江喽，这里就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喽。哦，这工作人员过来量体温啊。嗯，那个温度高跟那个体温那个。手过来了，可以了。啊？没有没有。他说什么？他问后面有没有人。哦、我说没有。好的。这里管得挺严的。好辛苦啊！他们一直要从那个车站那儿走过来，然后到后面去，然后有新的车来了，他们又这样过来。怒江缺条件，但不缺精神，不缺斗志。过了检查站，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怒江地界了。那边讲，麻烦身份证出示一下。后面没有人了吗？没有人，就我们两个人啊。对对。从哪里过来的？从大理。大理过来啊。对。现在要去哪里？现在去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？怒江啊。怒江。啊，你们已经进怒江。就是去、现在去六库嘛。去六库啊、以前有来过这边吗？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啊。好，麻烦你们到红色帐篷那里扫个码啊。好，在前面扫那个二维码是吧？红色帐篷有一会员在啊。好的，谢谢，辛苦了你们，辛苦了。他们好客气，好有礼貌啊。对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那个红色那个伞那里扫二维码。我看到有些车开过去都没有去扫这个二维码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守啊，一定要去扫。扫出了绿码啊！我你们来玩吗？对，我们过来旅游。这填过。对了，这绿码你的办呢？可以的啊。你们需要到哪里吗？我们现在去六库，然后到那个丙中洛去。啊，那个独龙江是不能去。哎、不能去啊。他们刚才在那里说，反正是到八号。管事啊，我就觉得这边经常管事啊。先看一下，9月29号到10月8号，是怎么管制了？自然灾害影响。那边在修路。在修路是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独龙江公路 K15，黑瓦底检查站至独龙江乡这个路段是现在完全是封路了啊。谢谢啊，我们走了，辛苦了哈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怒江界了，好热啊，天气太热了啊。那个楼的墙上写着“感谢总书记”啊。怒江自治州呢，它是中缅边境和滇藏线的结合部。哎，喝口水。哎，我们这个水啊，是在那个旁边那个小卖部买的，挺像啤酒啊，是一个葡萄汽水。怒江州呢，也是我们中国唯一的独龙族和怒族的民族居住地。现在我们休息好了，往那个六库出发啊，是这个政府的所在地。走吧。这些房子啊，都建设的很好。这些标语：感恩共产党，感谢总书记。真的是啊，一路过来干干净净的，这里真的是建设的挺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到酒店了。没想到云南的大山里啊，还有五星级的希尔顿酒店，但这个酒店绝对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希尔顿，这个价格和设施啊，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。那我下期拍给大家喽，关注我，我是奈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